亦都有好多教导唱粤曲嘅地方。只要你哋有心，肯付出努力，我相信一定会取到你哋想要嘅成绩。跟住落嚟粤曲之后，我哋又有另外一个形式啦，亦都系舞蹈，由我哋头先嘅追梦舞蹈队为大家再次送上佢哋嘅表演《探清水河》。其实《探清水河》近排喺国内系好 hit 嘅，佢系讲一个清末民初嘅故事，是属于北京的地方小曲。咁追梦舞蹈队就用呢一首嘅音乐谱成咗另外嘅一个舞蹈。好啦，头先我哋已经介绍过追梦舞蹈队，系咪？咁我哋而家就闲话短说，有请追梦舞蹈队《探清水河》。好唔好睇啊？好。跟住落嚟，其中嘅一个表演者就系三藩市精英音乐学院嘅师母。咁佢哋而家亦都开咗好多班，系俾我哋初学或者系初级、中级、高级嘅都有。咁如果你哋有兴趣，可以去咨询一下，可以去佢哋嗰度学。因为开坏山系最惨嘅。初初唱粤曲嘅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比较专业啲嘅人去教你哋。咁跟住落嚟就系由高歌音乐社嘅创办人之一方汉文先生同精英音乐学院嘅师母余姜红女士，
为大家送上的是林冲泪洒沧州道。咁方汉文先生是我哋湾区著名侨领啦，佢亦都系一个慈善家，佢做咗好多好多嘅慈善活动同埋慈善演出。基本国内所有嘅一级老官花旦，佢都拍过咁滞。所以佢系为咗呢热爱嘅呢一样艺术，佢系付出咗好多心血。而佢嘅拍档余姜雄先生，佢系1999年毕业于广东粤剧学校。移民嚟美国之后，夫唱妇随，创办咗精英音乐学院，亦都桃李满天下。请大家细心欣赏佢哋嘅演出，掌声有请。
赞许唱，诗酒Oh!
激动于邀请，临命行基于此去难盼望。Oh, no.
谢方汉文先生同余江红小姐为大家送上嘅《林冲女耍沧州道》。阿红姐系咪唱得好好听啊？呢啲就系专业啦，所以肯花时间同努力，相信你哋一样可以做得到，好似佢咁。但系首先就系要努力花时间咯。所以我成日都话，我哋学唱粤曲唔好怕辛苦，唔好怕嘥时间。打好个基础，你就是下一个的专业演唱家。跟住落嚟呢一首系呢一场系折子戏啦，《南唐劫后情》《壮丽恋歌万里情》等等，亦都得到大家的认同。今年佢是第一次粉墨登场。呢一场嘅折子戏《狄青闯三关》，希望大家喜欢，请大家多多支持同埋鼓励。有掌声，有请两位狄青闯三关。
主回来了，公主回来，请坐。驸马爷，请坐。坐。哎。心事一猜好吗？好啊，请。我在三丈以上，全枪未算难，敢用愁中如担，抑郁积怨难尽散。莫非这雨缘情恨，负我是
飞呀，千拜万拜，忍得慈善，慈恩慈德做客命甚艰。公主，你一猜就猜错啦。我而家猜错啦。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啦。看在公主份上，亦都算啦。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代哀家再猜一次好吗？好啊，公主，请。为佢轻轻弹无妙计，猜得心意缘何有满分？在猜君心意，莫非夫妇热情渐难减？两下情甜。情仍未淡，夫妻恩爱犹如烟未淡，情未淡，弃君恩爱情未淡。公主，你再猜又猜错啦，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并无半点冷淡啊！我而家又猜错啦！公主，你又猜错啦！宫正同并蒂花，共用爱海情无限。雪月不会贪，任由旧天仙女下凡择世间，不打想择攀。任我冰心一刻偏无言字暗惨，问居叹啊我为何受累？君口在瞻，夫妻忍心似海洋，气受压，龙驱催策，神和慢，金刀弹直掌中环。
敬谢贤妻爱我情，少帮顺路一爹大赞。公主，我不如敬你一杯你好吗？好啊。工人拿蕉来。成后，剑望步里山，犹若千鸟，力竭闪了肉身却步难。驸马，公主小心啲啊！仔细相参扶，唯愿未走方两劝，音服再三。你走再淡，劝影一情扶我，劝音莫似难。公主不如饮埋呢杯咧。
人已醉啊，苦将星夜